四海之界生明月，天爱海底共潮汐，吞意东秋回归乡，小水恶果乐云天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就是整理直到冬秋来能拜月时的夜月不爱，到这个天顶月圆地上人圆的大喜日子里，小雪所以大家能欢喜，祝各位下个团圆身体代代自安堂在在啊。冬秋在人民间又称之为八月在、团圆在。八月十五咩个月呢？上根上衣上大街，遐个个台料拉开怀。又能打十五个月呢？十六衣，遐冬秋在究竟有啥物团契个由来？能即时来换拜。养狗和粮食，人工地震被抓到过离去，怎呢？原来天顶有十个太阳。遐太阳能叠山话，又称之为日头。十个日头分布到早早，伊能是天地十个皇子，无是每阿十几来日。日光每粒白丝笼罩末，遐海个老百姓无小心无食末。哎呀呀，水库正大，无水之本，水一夹水山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生活难以拍平。据说天顶有一个神仙，名叫做敖耳，伊六大宝枪是上古地道怪兽的大英雄。伊看着天地十个囝一开始也为非则大不可直视，所以伊再来面见天地。启禀陛下，是十个皇子不敢规矩，到天顶四窜日，当算是怎能轮流的日？一人拜一日，一个太阳光辉普照，遐老百姓人人切切。但如今十个皇子当西龙出来日，遐个人间最大潮汐，人民生活已经无能为摆比，无必要加以处理。天帝听了，面变变，灰心生气。哦，后耳啊后耳。是看见十个囝生来拢认真哩拿，这是命硬个打，卖大个嘴，乐该赶紧脱下。遐太白警察也劝说敖耳，敖耳将军啊，天地今日心情无大些吼，咱家人是正来陪清楚，乐该石头一只无卡无。哎呀呀，太白警察啊，蒙将军自怕神，打嘴下了老人家。大刘敖耳家己落去拍片，伊背到天顶个饼气口，掳走了九天神钱。伊假借上风好个时，来到天子，同一只皇子回复的信个十个日头往杀糟糕，放个那黄光芒，遐伊气个乜硬硬，即时大明了来意。劝十个皇子卖在作家把戏，皇子回听了七锤八击，青日白日，你个弟弟改啊，我们家是连龙高都大改，做谁做谁？慢慢等个伊，那只不过是我白王的奴婢。高皇子如今啊，三目三角三角，穷头目念出闸，呀，后耳啊，那个系我同你过路。慢慢等个，我听个聊落来拍作倒你包，切来！遐伊人凶神恶煞，青花白大，但唔听，后耳也袂惊。伊按下红头过高，两根大钱好个时，咻，写两刷憋出了九级九天神钱。九个太阳一乌落个冻着钱，微微碎碎过啊过，一个吸收落个才拨到海铃铛。对这个皇子看着正兄弟多回多的滑落到海顿的水域，心肝透凉气。敖耳哥哥，咱关系袂当遐疏，你莫太话，莫太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莫太了该好，你有只出只落，别来个老百姓，我摆清楚。我这我摆清楚。
遐只声，翻江直赤，浪花伏了平生。日出则作，日落则息，老百姓生活拢过到非常舒适，家家拢过欢喜。但是天地气到我里啊，后耳来说你，正天心甲神仙甲伊求亲，后耳正名受喜庆。伊甲妻子相我本天地平为黄金，永远莫等来天经，要他浑身是庆。伊人红只老人来南岗徛起，老百姓拢非常欢喜。花开老多，甲表一枝。这一日，后耳甲正徒弟去昆仑山学艺，到等来个路程，我的形象西王宝。遐伊人当上到天顶个关系袂当羡慕。西王宝整了一包强肾不老液，问个后耳，大家该有钱买不？还是吃了就有病飞去天顶个剃头？是当月亮，你正拉只能吃呢。后耳还是采恩王下，伊等来到时来，吩咐相我将叶修好，也相我放一些蛋，刷落扫。时阵无遐未冷翻个车，后耳个徒弟彭梦是一个小人，伊身怀鬼胎，强生不老也这件事，伊早就知。不过在我之前咩？彭梦被后耳出去拍拉无多，认为可记我，伊手却将刀锁啊锁，便要到后耳去来，高兴下了仔。杨啊，强生不老爷到底讲，我看出来那就得死。想我吃到心狠狠，当时不慌不忙，彭梦啊，你阿牛兄白虎对了冇白毛，了了天早被是好。卖大下再开会，慢慢开出来。打了伊掌刀，已经夹到阿祥我个眼，祥我将改就改。好好好，我来开，我来开。伊回等先拍开大门，说四次那四怪，祥我杀起一包水红丝丝对彭梦个目珠压去。爹，彭梦神目即时连唔开，气到提提灰。想我慢慢将把个强势不老爷头了，直对家己倒断。哎呀，一过好团过粗鄙，想我个心如来如轻，如来如轻，轻轻个不会出天挂。哎呀，虚乎世事，只说落天空个步，伊朝着天顶又跟又硬个步，你也不会看。这也就是想我捧过个由来。再陪后耳等到来气仔，伊即时将彭梦强势打扁，逐出千里，无半伊徛起。后耳又摸着天顶个月亮，不与同回声，想我，我个乡亲啊！一老百姓的仔想我，成天成相，家家转来安慰后耳，直赤拢是上天最好个安排，伊后耳也就释怀。个个个好摆钱献话不相称，晒满了水果辣饼个豆瓣汤，大家能向神了相个相我相者祈求平安个健康。从此之后，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拜月、生月个习俗也就直直流传至今。遐人叠山正遐亲，过中秋节也是过老节，过澎湃。八月十五咩辣饼配得生明月。三五知己错不配，阿妈阿妈阿姨回，家家拢唔会到端午节。水果月饼豆棒饼，老囝写夜拜月娘，玲珑花灯又满庆，月娘不好家家兴。八月中秋家在来，趣味团聚卡完拜，祝愿大家人过意人也意，家家赚大钱。好，再见。